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。好。我们欢迎那个真正蜜月中的一对新婚夫妻，给他们掌声鼓励。Hello， 大家。就是我们这个团名是刚刚才成立的，这个乐团就是上一秒看到就是还没有人表演，最后一个团就是报名一下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见谅，就是因为想说会不会上来唱很丢脸，但是想说度蜜月，反正人生只有一次，就是可以做一些就是回忆的记录这样。然后我们想要唱的歌是两首，是我们自己写在婚礼上面唱的歌，然后一首是我写的，然后一首是先生写的。就是虽然可能没有前面的人唱的这么好听，或者是歌的曲调之类的，但是就是我觉得就像跟大家聊天一样，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故事这样子。然后就是谢谢大家，那我们就开始第一首。你要讲话吗？没关系。好。的快乐，更难得。
谢。然后等一下要唱的这首是先生求婚的时候写的歌，然后所以刚刚那首是因为我因应先生求婚写的歌，就是回敬他的一首歌，然后所以刚刚那首是就是我们一开始写的，就是在冲绳求婚的时候的歌。那你有什么想要表示的吗？没有就可以唱歌。我爱你。好，然后可以唱。翻着过去 ，sorry， 翻着过去我们的相片，与你度过的每一天，今天发生的每个瞬间。是平淡无奇的聊天，想到过去的画面，微笑还是不经意的出现。毕业当兵又过了几年，虽然又分隔两地，但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。傻笑经历身上感就成为了现在的我们，总有一天我会变老的，我会一直感激着遇见你，和你一起坐在手散步在公园里。
着说那是我们有多年轻，在今天你说了我愿意。谢谢大家。今天就唱这两首就好了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很甜蜜，很好，非常甜，非常舒服。好，我们要准备做最后的 ending。